就是正电的电流。好，负电从这边走，它走负电，往正电走，若是现在变成是正电，好，负半波的电流，我这边没有改到红色，从这边，好，这边有个路，但是很陌生，我用这个图形来解释好了。假设交流电，好，上次有人跟我讲，我所谓的那个火线走这一条，地线走这一条，它是一个回路嘛。我们交流电，一定要火线地线同时接嘛，你直接一个孔线，它不会通嘛，对不对？